我画一个 statue， 还有画这个好大的头，好小的裤子，还有他的叫什么？他好像还有小的肚子，还有他的手，还有这个没了，就这个，还有一个。我先打开，还有画了这个是 Elsa， 是一个雪人，不是一个雪人，就是一个 Elsa， 他叫 Elsa， Chinese 叫什么？叫 Elsa， 那就是 Elsa， 他是一个雪人人，还有这个。洗手的，还有画了是叫什么？口罩。这我画的是口罩。我画的就是米饭跟这叫什么？萝卜。我画米饭跟萝卜。有这个灯，还有我画了这个单词。